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吴兴街的好路边摊。好，生意还蛮好的，那就试试看啊。欸、老板你好，那我要一个小的小鱼粥。小的小鱼粥。哎、欸，谢谢。那鲜鱼粥是什么？鲜鱼是鲷鱼，那个卖完了。哦哦，好。等一下我的不用盖，也不用包。好。好，满满的小鱼啊。好，那现在要吃吃看啊、哦，感觉小鱼的量是蛮多的哦。嗯，哦，它这个粥也是从生米熬成，生米煮成粥了哦。好，小鱼干的味道也很好，哎、欸，很赞呢，这个路边摊。难怪生意这么好，那口味是很棒的呀。好吃。好，这小鱼的味道我觉得是满分，好赞。很好吃呢，好，如果你喜欢吃那种这样勾勾的粥啦、哦、味道很棒，好，那我觉得是满分，而且也不贵哦，40块，而且还有一点绞肉在里面，所以味道相当不错、嗯、好，那是在吴兴街261号的前面，好，老板蛮亲切的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那拜拜。好，那再就吴兴商圈走一圈。我应该还会再吃啊，但是可能要再看一下。那就吃这个鲨鱼烟好了。老板你好，请问一盒是80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买一盒，谢谢。好、哦。一盒。哎、欸，对，一盒。好，那相当新鲜的鲨鱼烟，那就尝尝看哦。应该照理讲是不错哦，叫南方澳鲨鱼烟。好，那没桌子，没调味盘，那就只能这样啊，只能在这个土墙上临时开箱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是南方澳鲨鱼烟。啊、哦，还不错啊、哦！80块加40块，今天100块就吃饱啊！回家再吃个泡面应该 OK 啊。好、哦，算是中规中矩了啊、哦。我说这个鲨鱼烟。
啊，切的还蛮厚的，没有腥味。好，但营业时间跟固定的摆摊地点可能就没有办法提供了。好，刚那个粥我觉得是满分的，我这鲨鱼烟我觉得是还好，85分。啊，店家还蛮亲切的啦。哦，算是菜市场的传统美食啊。加上这个蒜蓉酱糕跟瓦萨比就不错啊。但感觉没有到顶，嗯，好，就还 OK 哦。鲨鱼烟，刚刚那个粥是好吃的啊，嗯。好，那再就菜市场逛一圈啊。嗯，好漂亮的白莲藕哦！好，那这个就是我昨天有来过的无心商圈啊，这边有卖很多小吃啊，跟各式的蔬菜食材啊。刚刚有碰到这个市场管理员，他也很亲切地跟我打招呼了，哦，感谢他的支持。啊，这土鸡半只才170，算很平价，叫做阿爸。那就在这个吴兴街199号前面哦。老板全，你每天都有来摆吗？哦，只有礼拜二、礼拜三哦。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哎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OK， 好，南方鲨鱼烟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。好，那小姐卖的这个豆干啊，这些都是很好吃的啊。加油！好。哎，好。哎，好。刚来还没有好日。没有摆好。哦，这样。今天比较晚出来。哦，这样。平常大概几点摆好啊？都差不多。哎，今天比较晚。哦，这样。哎，不然平常都已经摆好了。哦，这样。等一下再来去。啊，哦，好，等一下去。好，哎。不然我还乱七八糟。你拿那么多干嘛？这样不好看。这是你的小朋友吗？啊？你后面是你的小朋友，哦，很漂亮。哎。帮忙。好。这样啊，没有多。快。好，孝顺的小朋友了哦。多一块。好，拜拜。睡觉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拜拜。哎。好，那有些店家认识我，就感谢你的支持啊。红炖饼，
我走过去的时候还在摆啊，新鲜的芭乐，看起来很漂亮。星期二、星期五固定摆摊。开，广东粥，我还没开始卖啊。再來就回头啊！啊，这边有很多小菜。啊，这家老板卖的放山鸡都很好吃。哎、欸，老板你好。老人家适合的间隔。这家鸡肉很好吃。水蜜桃。自己种的，值得看一下。拉，哎、欸，谢谢。拉拉山嘎维兰水蜜桃，很漂亮。前一盒是多少？这样一盒是多少？六颗。这一盒是八百，但是你在这边买的话，我是算金给你，因为这边买是你用箱子不划算。哦，对。哦、好，了解啊，谢谢啊。好，那小姐他们是在这个欧阳庄园，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询问啊，谢谢。好，那很客气的店家，谢谢哦。哎、欸，拜拜。欸味道好香啊！哦，到处都是超香的啊！欸、我记得有一摊是说我不能拍它，忘记哪一摊了。
好，就希望大家都是好朋友了啊。茭白笋一包120了，我常买茭白笋来炒给我们家人当午餐。好，那保证不含辣妹的成分了、哦、菜市场不会有辣妹，只有阿公阿嬷啊，还有我这个阿伯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一天。然后菜市场就是好玩好买，然后有各式各样的食材可以选择。好，拜拜。